大家好，我是大维金辉钟表韩后兵。今天想为大家介绍英国品牌 Spinnaker 这款新到的 GMT 两地时间手表。今次新出这款就是多了一个两地时间，去外地旅行是很方便的，因为同一只手表就可以看到两地的时间。这款是用日本的精工 NH34GMT 的自动机芯，可以自动上链或者手动上链，储备时间就大概41小时，表面的直径是42mm， 厚度就大约15mm， 表面就采用蓝宝石的水晶表面，有防反光涂层。手表右上角这个表冠就是用来转动这个24小时的表圈，设计都很有特色。而今次表面的刻度就采用了正方形和长方形的配搭，是比较少见的设计。这只手表有180米的防水深度，采用了旋入式表冠。再来看看这条表带，做了珠带的设计，戴上手就很贴手。而表扣都是采用了按压式的双重保险表扣，是采用了后桥。而表底就做了个透视的底盖，可以看到机芯的运行情况。而每款手表亦都会送多一条原装的胶带。这款表的表带是快拆带来的，所以表迷可以随时在家就更换到表带了，非常之方便。除了刚才那款黑绿圈，还有我现在手揸住这款黑啡圈，表面是采用了镭射的啡色设计，不同的光线角度望下去都有不同的反射效果，附送一条原装的啡色胶带。现在这款就是黑蓝圈，黑蓝圈就配搭一条橙色的橡胶表带。咁仲有呢只红蓝圈，红蓝圈都系好受欢迎嘅，就衬翻一条黑色嘅橡胶表带，仲有一支更换表带嘅工具。呢只款嘅刻度、指针同埋24小时外圈都有做咗 Super Lumi Lover 嘅超夜光。咁呢款手表嘅公价就4390蚊，咁我哋折咗2000美就买到啦。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嚟门市试下。咁今集就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